越军地方军阀，隶属国民党军队，为防蒋介石利用红军玩借刀杀人的伎俩，在剿共的同时也灭蒋，并有意报仇。你看和蒋对越，师座，准备放火，咱们还是回指挥部吧。打仗哪有不凶险的？怕死的，给我滚回去！报告，师座。 撤回来，说，我的确实是匪的主力部队，总数差不多有10万，而且他们带了很多的辎重，像搬家一样，所以他们的队伍拉得很好。那就打自动队，司令，不要主动出击，参谋长大人，雁过拔毛嘛。通知特务连，偷袭匪军的1号高地。哎， 什么情况？我们被偷袭了！过不去，怎么办？活着不活？胡猎户，是，营长，住手！是。
上次几分钟啊，就被人搞下来了。对不起，师座，没想搞一次突袭，没想到被他们占领了制高点，分次不协防前。行了，卯足了劲儿再搞一次，让情报营和火力支，把轻重机枪都给我集中起来，火力掩护，不断和六团从两侧进行骚扰，切断他们的增援，必须把这股辎重队全部歼灭在这儿。 Ah!
取得联系，咱们出去。遭到了敌军的袭击，我们一时半会没有援兵。还有什么指示？让我们在这里守住，一定要保护好这条通道。这位首长说，坚决维持任务。我，注意安全。来了！打！站住！令我要宣布，立即停止针对赤匪之作战计划，速撤至归东一线。谢谢待命。主，要先速回赤匪部落，国难过后。
进来。我们跟红军进行了谈判，我方答应给他们一条40华里的通道，让红军主力离开匪区，最好让红军把老蒋的中央军也勾得走。司令，不躲了，叫你来是有一个重要的任务。您说，锁阳县是你老家对吧？对。锁阳怎么了？小雨啊，你叫我来有新任务啊？我刚刚接到消息，我们留守在苏区的银行行长老沈。什么？我跟中央商量了一下，决定派你接替这个职。那组织上的意思是让我回苏区？对，我们主力虽然转移了，但是苏区不能放松。你等到银行业带过兵打过仗，没有人比你更适合的。行长，这个等再想想。一到苏区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苏区的军民工作。有两点最重要的。一是保证当地部队和机关的开支，二是坚持兑换苏币。第一点我懂。第二点，坚持兑换苏币什么意思？苏维埃国家银行这几年一共发放了800万的苏币。假如苏区沦陷，老百姓手里这些苏币将会变成废纸。中央的意见是虽然丢掉了，但是我们这几年精心经营的企业和民心本土，所以无论是沦陷一方，国家银行都要坚持1:1的比例兑换老百姓手中的苏币。这对当地的百姓倒是一件好事，不过咱们要做起来不难了。但是再难我们也要坚持做下去。锁阳国库里还有一笔金银财宝，你马上带部队去把它取回来，转移到附近的山区，一半作为我们的军费，一半作为苏币的储备金，这可关系到我军的命脉。有问题吗？只要组织信任的话，我一定盯着你。师长好。你好，那麻烦你带我去看看。这儿是平地啊。是啊，咱们的主力走了，对锁阳没什么影响啊。早晚不都还得回来吗？再说了，有江营长在，锁阳没问题的。啊，那就好。哟，林师傅，那边说话吧。把我们接来。儿子。笑死了。啥的啥的。哎，你这一年连家都不回，见了面连话都不让说。怎么认爹了？怎么能不认呢？怎么这都是你的兄弟？这小刘小贾、好，今天晚上都有爹请客。没没没，我跟你说，洛阳路可能不好，也许会落入白区，而且你是想去的干，我觉得尽量不要过。老爷不会亏待咱们的。
这不是鲁宅吗？怎么成了咱们的国家银行了？是啊，咱们这一来刘县长就跑了，现在咱们的党政机关都放在里边，还绰绰有余的。怎么办？首长说要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。现在锁阳不安全吗？没有，只不过是预防措施。小佳，啊，去看看什么情况。是。我建议搜索防守，熊强美进行防御。一船人，根据一个船，而一个营的船。师长，我们才一个营，一个营加坚固的城墙，来两个团也不怕。那你的意思是？什么情况？突然发现了月军，在哪个方向？具体不清楚，我记不清楚。您在说点什么？师座，前面还有几名弟兄。
我们银行有一个重要的，叫马胜。是现在外边正在打仗。我是来问你，还有其他的？放心，越军他只来了一个，他很快就消失。我们怎么办？
我们请人来组织分析，非常重要的物资，联系到分到打仗，我们人被堵回了鲁镇。现在我们有一个工会队，非常重要的一个人。孙连请求支援。是还要问我吗？是。我们主任说，已经来了，可能是一个师，请支援一下，带敌人和陆镇先早做打算。国家银行的人也会打仗，他怎么能判断是一个师呢？我们请人是黄埔军校毕业的，他说听话了，说只有师级才会配备这样的炮兵。主席，对，行了，回去告诉主任，让他好好看着东西。等我们打出了越军，想过去把你们转移，是吧？可是先生，这比我的非常重要，或者几个师区的兵命呗。仗因为重要，咱们更不能走啊！在城里边总比在城外面安全吧？那先生，我回去行了，身上还有好多事呢，回去吧。师傅，白军已经进城了，到处都是。红军死了好多人，估计够呛了。陆海安和敌人的增援部队在东面，敌方火来不快，多少人？大概有2000，就他能应付的了。连长，不好了！东西北三个方向同时出现了大批敌军，我军的宿道防线都已经被攻破，南北城门已经被敌军占领，他们现在已经进入城内，正在试图大空中流线来分割我军。伤亡很大，每道防线都是战斗到最后一人，一连全体阵亡，二连减员过半，教导员也牺牲了。对，立马仓全部叫上。是。他已经攻入南门，已经完
Thank you.